先让我们朋友们先拍一个照，好不好？我们先呢，我们先帮你拿个麦克风，然后呢，我们呢看一下媒体朋友们。好，媒体朋友们，我们这样好，先看一下右边，好不好？我们先看一下右边的镜头。好，摆个 pose。OK， 哇，真的是非常美，气质非常好。然后我们看一下我们景天小姐，看一下中间的媒体朋友们，中间。好，三。二一，那我们也看一下左边的朋友们。哇，天天都拥有好气质的感觉哦。好，那我们首先呢，我们也请现场所有的朋友们稍微等待一下，我们先让媒体朋友们来进行媒体联访。那我们媒体朋友们是不是可以稍微呢往前一步？